小宝啊，他们太狠了，以后就是咱俩相依为命了。你看你说的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只是临时住进公主府。怎么能是临时呢？公主现在逆人受封，不住在公主府里，难道同这个外男挤在这间破宅子里吗？什么？你说我是外男？哼，听到了吗？他一个新来的，他说我是外男。我全心全意为了我们公主好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牙尖嘴利的啊！你看看你妹妹是吧？你学院人小妹妹一声不吭就……姐姐。啊，姐姐好。好啦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我也舍不得你，只是我刚刚受封，免不了接受各方使臣觐见，住在这儿确实不便啊。今日觐见，明日贺喜，后日再找个什么别的由头，你还回得来吗？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过了这阵子我就搬回来，我还要和你搬进我们的新家呢。真的？那你说说话。太烦人了。我向你保证，即使我当了公主，一切也都不会改变，特别是我们之间。好，那再抱一下。退退退退退退！我退，我往哪退啊？我姐姐惜字如金，园长客习惯就好。该退也是你们俩退，明白吧？这是我家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现在要跟公主单独待一会儿，你们给我退退退退退！哎，干嘛呀？舞刀弄枪的，还是姐姐好，你学学你姐姐是吧？最起码姐姐还温柔一点。我是妹妹。啊，啊！康府是命我姐妹二人在此守候公主的安全，绝对不允许居心不良的人靠近公主半步。园长客，莫怪。我居心不良。哎，不是阿叔，他说我居心不良，我是居心不良的人吗？你不是吗？我哎，这是我家，你把我带哪儿去？哎，他，我姐姐这还是客气的，不然早送你去见大夫了。你能不能把他们俩遣散啊？长乐城有的是好婢女。哎，说吧。嗯。公主，公主，你们下去吧。是是。说，阿叔，平墨，快进来。哎，小心。哎呀，阿叔，见你面太难了。对不起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只要能跟你见到，再辛苦都值了。怎么样，今天一口气见了这么多使臣？感觉如何？哎呀，别提了，
坐了一天，笑也不让笑，动也不让动，就板着脸说一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。还好有小沈在，不然我一定被笑死了。我就知道，我提前就让小沈准备好，给你提示。阿叔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想你。公主，康护士求见。哎，我躲躲。不必。不必。公主。康叔叔。康护士。看来多高的墙也拦不住你啊。哎，别在这站着，里边请。啊。公主请。康护士请坐。走走走。康护士您喝茶。康叔叔，上次白衣客未能抓到你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到这里看我，怕是会引起他的怀疑。无妨。我以使臣的名义关心公主起居，并无不妥。若刻意不接触，反而会遭人怀疑。但现在是晚间，是不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？的确如此。臣刚收到消息，龙图齐扶持的傀儡郡主病重，现在龙图齐自封摄政王，离母丑算盘只差最后一步。实不相瞒，我连宅子都买好。你说什么？啊？你想让公主以后住你的私宅？啊，也不完全算是我的私宅，是我们的。如果没有阿树，那我买这宅子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袁墨，啊，除了买了座宅子，你对将来还有何打算？我啊，总不能说连孩子的血管都找好了吧？我有的。这样，康叔叔，你先喝茶，我慢慢跟你说啊。假若白衣客意欲加害公主，你要如何保护她？那我，你可有上进之心？我检校四方使何时可以转正？啊，应该。你打算如何辅佐公主？或许还有。康叔叔，我知道你们见面的机会不多，但也不要一次性问这么多呀。我们的事你尽管放心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不会看走眼的。你我是从小看到大的，当然了解，但是我是不了解他。袁墨，你给我听着，你阿爷代表大庸行走四方，广布恩德，受人尊敬，但是在我看来你还差得远，需要不断努力才是。是，康副使金玉良言，袁墨谨记于心。对了，公主，你对三娘四娘可还满意？他们是臣的心腹，手脚麻利，做事谨慎，绝对信得过。以后你有什么事儿，可叫他们来阎罗馆通传。康叔叔安排的这么周到，阿叔感激不尽。只是他们真的太过分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过分认真了，过分负责了，真的，硕大个公主府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呀。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喝茶吧。茶都溢出来了，毛手毛脚的，臭小子，都在茶里了。公主，他二人的确有时候过于较真儿，我会叮嘱他们的。太好了，康副使，你我也会叮嘱你的。小子，你以后给我好自为之，好好照顾公主。是。公主，时候不早了。恐人起疑，臣先告退了。哦，这就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啊。嗯。
怎么了？我是不是真的很差？怎么会？你是全天下唯一让我觉得有趣的人，跟你在一起，我十分开心，也十分满足。真的这么厉害啊？当然了。好，那我今晚就在这住了。不行不行，这才第二日就留宿外男，万一被发现了……康复这不是说了吗？会盯住他们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明天还要会见使臣呢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才翻墙进来的时候把腰撑着了，现在非常疼。我刚刚忍了半天了，我一直没说话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我要躺下了。刚才怎么没疼啊？刚才我忍着了呗，我都忍得不行了。什么？真不行，你起来。可以的。你给我起来。康复使都喝了我的茶了，他不可能怎么着了。哎呦，少喝点吧。借酒浇愁没用的，我告诉你，听兄弟一句劝啊，玉宇诗华是这世上最值得你珍惜的好姑娘，明白吗？那什么安修逸不行啊，还有那个霍子安，他值得提防，值得提防。哎呀，今年的花开得真好。花开堪折直须折，别等到被别人折了你才追悔莫及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今晚呀我看你也别回去了，就在这睡吧。啊，哎，哎呀，哎，还是旁边有个人睡啊，踏实。慢点，慢点啊。哎呀，你起这么早啊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哎，想什么呢？还难受呢吧？我跟你说，以后那种散装烧酒少买，好多假的。我现在也是头疼的要死。其实你说的没错。嗯，知道就好。世事无常。嗨，那也不至于，没喝瞎就算万幸了啊。走吧，点不点卯啊？哎，感谢啊。感谢，感谢。杀银花，没错，公主，你歇歇吧，这些事儿我们来吧。我们一起。快来接水，好。这疫病消退的消息一传出，那长乐城的大小商户都争相庆祝，说是这次的花灯节要大办特办。哦，嗯，花灯节？嗯，哎呀，不懂了，讲啊，就是我们大雍的情人节，尚未婚配的男女呢，都可以提着自己制作的花灯上街，要是遇到自己心仪的人啊，就可以把手上的花灯交给他。
哎，那这花灯还得自己做啊？啊，那当然。李池姐姐，你在长乐长大都不知道啊？我以前可没那闲情，现在嘛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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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金窝银窝不如咱自己的狗窝。这样就不算在同一个屋檐下了吧？阿硕，好像马上就到花灯节了，你打算送我什么好东西？哼，脸皮可真厚。你现在是公主了，我要是娶了你，我岂不是淹了的王室？才不稀罕你呢，我们公主是有未婚夫婿的，漠北的多迷王子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那既然如此，我也只能回去接受婚约，娶燕乐的公主为妻了。这位多迷王子同我们公主是指腹为婚，那这件事儿咱们燕乐人和漠北人都知道的哈。嗯，只不过早些年大家都以为公主早已不在人世，所以便渐渐无人提起了。就是，不过现下好了，现在我们公主回来了，我估摸着这漠北提亲的队伍八成是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快到了。作废！凭什么啊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，人死了无人提及了，活了就来提亲了是吧？不要脸！作废那恐怕是作废不了一点啊，多迷王子每个月都给我们公主寄好多封信呢。四娘，什么玩意儿啊？阿硕，这么过分的事你居然一直瞒着我。因为我根本没当回事儿。怎么能不当回事儿啊？公主那可是多迷王子，说不定人家将来就是漠北的大汗，那同公主您岂不是门当户对，天造地设？信里都写了什么？真没什么。行，信呢？给我。这就去拿。你到底听谁的？阿树，你糊涂啊你！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那个多米他不是什么正经人，你不要被他蛊惑了。什么人呢？光天化日之下给有心上人的女子写信，他谁呀？他不要脸，不害臊啊！他还弄个绿色的。元墨，你紧张什么？给我。好，这么多啊！这写的什么呀？我哪知道啊，你都看不懂我能看懂？他明知我识字不多还写漠北的蝌蚪文，这一看就找人代写的嘛。每个月这么多啊？他连给人写情信都用代笔，这个多米，这个多米！行了行了，都说了没什么了。不行，那也不行。你现在就给他回信，让他以后不许再往这寄东西。不行，你不能写，我来写。啊，也不行，得改个地址，不能让他再惦记这里。也不行，让我再想想还有什么，让我再冷静冷静，让我再想想。我现在肝儿疼。完了，不行不行，我缓缓。哎呀，穿太医。花灯节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我给你买。呵，这当上公主是不一样啊，说话都有底气了。那当然。其实
这件就挺好，这颜色鲜亮，穿上肯定精神。这什么料子？这是？你过来。刚才都没敢摸这件，还是你对我好。这五九零，啊，这手感，华贵中透着高调，高调中透着潇洒，就是有点热，不过没事啊，我很扛热的，而且我喜欢这种温暖的感觉。一到冬天，康叔叔就有些咳嗽。有了这批领子，他应该会好过一些吧？哦，康复师啊，啊，那是这康复师穿了肯定能康复。怎么，吃味了？哎，那不能。我是觉得，要是康复师的话，这些都不够。店家，在，把你们最好的锦袍拿出来。好嘞。我给老康订了条人参，到时候啊，他穿着你送他的锦袍，喝着我送的大人参。老康，老康，好像多亲切似的。老康也没多喜欢你。嗨，那老丈人看女婿嘛，总得挑剔挑剔。这种事儿我不往心里去。什么老丈人女婿的？说些什么呢？来了。哎，来了。二位，这件如何？嗯，这行啊，这件好，就它了。关键跟女婿搭呀，你看，加上这双靴子，四娘，公主，你快给康叔叔送过去。是，公主。信。姐姐，安之典的流民们邀请我跟他们一块过华灯节，你要去吗？他们背井离乡，若是能一块过节，想必可以消解一些思乡之苦。嗯，也成全他们一番美意嘛。哎，那袁墨呢？他若是想见我，就去那里找我了。嗯哼，走，走。公主，你们不觉着这封信来得太突然了吗？万一是陷阱呢？公主会有危险。放心吧。我会带一些京兆府的官兵，一定守护公主安全。可是玉池姐姐不跟王大哥一起啊？以公主的安全为重，我跟王昆吾什么时候见面不行啊？不是非要去华东街，还是姐妹重要。多谢姐姐。其实你画的挺好看的。还是你画的好看。那我们去买点礼品给流民们带过去。嗯，走。公主，你真的不能去。睡一会儿吧，等我们回来。公主，走，三娘带你玩去。走，放心吧，妹妹很安全。走。哎呀，啊，这是画舫的船票，我找了很多关系，溢价了500文才买到的，最后2张，羡不羡慕？记不记得？那也没办法，谁让你不提前准备呢？到时候我跟阿树乘船夜游，你就只能跟玉石华欣赏我们俩的后脑勺。哎，老纪，大过节怎么还来述职呢？王顺，袁墨，是不是你跟余馆主说的，就我一个人有家室，不用去花灯节啊？这还用我说吗？这不明摆着呢吗？啊，你是有养嫂的人，哪个姑娘敢跟你过花灯节呀？行，你够狠。哎，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明天你可以调休啊，走吧。喂，等会儿。刚才在路上碰到了龙霜公主，龙霜公主有话要传达。阿树，嗯，她说什么了？哎呀，龙霜公主口谕，今夜我与燕乐流民同乐，所以之前的约定作罢。如果你想来找我的话，就到燕乐流民安置所来。什么？哼，那我费尽心思买的船票，这不现实报吗？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阿叔了，
他是燕乐的二手。高兴早了吧？反正你这两张票也没用了，送给我们了。嘿，王帅帅，尉迟姑娘也去。啊？尉迟姑娘说了，今夜公主与燕乐民众同乐，之前约定作罢。如果你想来找我的话，就去燕乐流民安置所。不，这尉迟华也不是你的尉迟华，他是阿树的尉迟华。嘿，所以嘛，这两张票给我吧，每张加价200文，给你们卖出去，三七分，你们三，我七。凭什么？那行，这烂手里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你们俩去。我们俩去就我们俩去。走，跟我去。哎，等等等等等。哎呀，如果你们俩真去的话，就一人来一张巡游鱼图吧，2文钱一张，特别好。行，谢了，跟我去。走，去吧。就爱跟你玩，就想让别人看我们后脑勺。哎，还没给钱呢。哎，听说看别人打哈欠，自己也会跟着打。公子为何频频看我？你今日穿的和平日不同，所以是好看还是不好看？甚是好看，但应出现在街上才对。那爽约的是何人，竟白白浪费如此良辰？他呀，他是一个特别的人。特别？有多特别？他英俊潇洒，出身高贵，但从不借助家门之力，勤勤恳恳地从低处做起，几年如一日的努力建功无数。如今他已经是统领几十人的正六品官员，听起来倒像是个可靠之人。他隶属何处，我可认识？不重要，他错过了今晚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许是因为公务耽搁了吧。也对，那我明日就去找他问个清楚，给他一个机会悔过。不可。有何不可？哦，我是说，如此不遵约定，又不提前知会，心中只有公务之人，断不可托付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忙着吧。真的不去找阿树啊？不去，他都已经是燕乐的阿树了，我还找他做什么？那行，哎，那咱往回走，码头在后边呢，晚了就真赶不上画舫夜游了。
急什么？再逛逛呗。你看那个灯，多亮！你再磨蹭一阵，就真的到阿树那儿了。有吗？我真没想去找他，我单纯觉得那个灯亮，好看。来，干嘛？二位，这是画舫夜游的票，送给你们了，去吧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这样的票多贵吗？反正你也没有真的要去，这事儿你也不用再犹豫了。行了，赶紧找阿树去，走吧。行，啊，王鹏鹏，这可是你逼我去的啊！我真没想去，你非得逼我。行，就算是我逼你的。行吧，王鹏鹏，安顺，听说白鸽今晚要在附近引爆毒雷。毒雷？去。你们今晚可能见到什么可疑之人？你这要去送货啊？啊，是。这不，雇主让我去酒楼送点酒。走吧，程峰。走了啊，杨大哥。石头，石头的马车有问题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你别去，把车的事交给我们，去找阿树，带他到安全的地方。白一刻不可能没有后手的。好，那你们注意安全。走，走。押车人呢？他中途就下车了，怎么了？你这车上到底装的什么？这都是雇主让我送的酒。你们俩过去。这怎么？是火药。龙剑魁制作的毒雷，确定吗？龙剑魁是我们燕乐特有的毒花，这味道一定不会错的。毒雷，王小人，这事儿我真不知道。我就是个送酒的，雇主让我送什么我就送什么，连我这条命都是龙霜雇主给的，我不可能干这种杀头的事儿啊！毒雷已经卸了一半了，卸哪儿了？押车的中途确实卸了一批货，我知道在哪儿，我带你们去找。等等，看来已经有一半的毒雷引入龙群了，安顺。你得把马车架到京兆府，让林府尹通知京兆府的官兵，只要在街上看见抱着酒坛的人，立即扣押。明白。你给我过来。四娘，你赶紧回公主府见到公主，立刻放绿色心眼。是。我信你，但是你得帮我们办回这一仗。带我去找那个押车人。这边去，跟我来。这边。